雪的木是个5.11/2014。我今日下昼4:00食完 M 卷之后翻嚟，擦咗个胶布，终于可以冲凉嗰时，终于都可以洗只左脚。只左脚咧已经系4个月都冇洗，因为4个月锁，已经系成个月都冇洗过。上个月10号开始啊，洗得只左脚，因为个伤口喺度。但系依家个伤口见咗焦啦，擦咗个纱布之后，见到自己只脚个伤口位仲系有啲红嘅，唔知点解。去洗脚咧，成只脚左脚好多老泥，出极都有嘅。呢日新增985宗，985宗本地，另外有88宗初确诊。我咪圣贤阁，我对面嗰座，咪你睇个新闻就知。琴日下午2:00開始颶風，回來的時候要兜個大圈才可以回到家，因為回來那段路呢它封了，但是它說封到這天的中午4:00，那我今次我中午睡，我12:10起床，但是我下午生了一間啱買下午茶的時候，見到嗰度仲見到下面仲未封完，封咗成日，都仲有好多嗰啲工作人員啊，或者啲四賢閣嗰啲人，即係嗰啲住客，走去檢測。我睇個電視知道，聖賢閣檢測完發現到有10宗。初步陽性個案，仲喺我哋對面多一句，我出街好驚咩？賴嘢，出街兜個大圈，就係見到聖堂出邊嗰段路泊咗起碼10架警車啊！認真，係十架警車，10架認真，聖堂出邊，10宗陽性。係啦，仲有一個咩咧？琴日夜晚8:00就新增咗咩咧？朗屏村、水平樓同埋鳳屏樓呢兩棟樓連住嘅，就需要颶風強檢。後屘就呢係咪呢一日？颶風完，水平樓同鳳屏樓呢兩個呢兩棟連住嘅，發現到有14宗初步陽性個案。我婆公都住喺鳳屏樓嗰度啊嘛。咁佢哋嗰個
都唔係好健康啊，基本上好容易瀨嘢。我本都八十幾歲，有很多疾病，本身自身啊。雖然知琴日第一千一百六十一，今日就九個八，另外都有八宗初步，聽日應該又超過八百宗。雖然知即使我匿喺唔喺屋企，或者我出唔出街咧，都有機會瀨嘢。勁小心，我哋第二都成個人。我舊玩完事，咁都係啦。出咗食完飯之後，同我 friend 喺度玩，我依就打幾食嘅，四條喺度玩，多一句跳嚟父兄真係好撚弱智兩點。有班團嚟嘅，揸住個 MC 上係咁喺度撞死人、撞死人、撞死人。我 get 得一段片，四個 level S 又唔出 S 又唔落，自己一個人摸過去入到去之後即刻完，勁弱智。雖然知聖賢閣旁邊都圍住膠帶，甚至一個活動站。條街嗰時都好少人，的確都本身就成堆人喺度，睇下先，喺個街市買餸啊！依家得個幾個，其實有啲人開始啊，宗教場所同埋紙法我都要暫停營業，直到兩禮拜之後，24號、24日，咁紙法鋪咪依家刪咗嘅，基本上你全港都冇見到一間紙法鋪營業緊，個個都刪咗，使鬼個個排住咗之後話咧，好似有兩百命，唔知又發好似真係會死啊！你又發可以嘅。你又可以 keep 住啊嘛，除非剃光頭嘅。
佢做檢測就望過其他地方咧，石裏人龍由呢個體育館排到去幾公里外嘅巴士站，話條人龍基本上長到咧差唔多打到佢排圈，排到咧都唔知排喺邊度。仲記得琴日我喺天水嗰度排，淨係得天上天成啦。條人龍咧由體育館嗰度入邊打起個射俾，排到去旁邊嗰個足球場嗰度，足球場都有十條人龍喺度，佢十條射俾。我點幾行到六點幾行咗翻嚟，都望到嗰度嗰啲人仲喺度排緊隊。依家呢個 moment 仲排緊隊咧，都可以話我諗你要九點幾先可以檢測完，因為我喺足球場都等咗起碼兩個幾鐘，唔係三個幾鐘，兩個半鐘啊！等咗兩個半鐘先可以出到足球場。